看我的，你别掉下去喽！全是荷花鲤鱼，慢点慢点啊！哎呀，这网打得好啊！太阳出来了，这些鱼在外面玩呀！哎呀，这里面你看，玩得很光啊，全是坑坑荡荡。打到没有啊？没打到啊！嘿，有动静，有动静，有动静。一条是看到了，哎，看到没有？打到一条，两条。嘿嘿，哦，我看到它在那里游着。哎，拿个桶来。嘿嘿，嘿，运气还可以啊。第一网就中鱼了。哎呦嘿，哦，哦，挂住了。挂住了，还有一条金黄色的。其实这里肯定不止这两条鱼啊！你看这些地方，好多坑坑荡荡的，那些都是鱼在那里玩过。走，我们去下面，去下面有个好地方，我们搞一个高难度的撒网。我们到这个桥底下打一网啊！这个桥底下有很多大鱼的，看我的！掉下去喽！这个你要判断这个绳子有多长啊。如果绳子短了的话，它把人都拉下去了。这个因为这个网我很熟悉。看有没有鱼？没有。哎，这就是你的高难度吗？这难道不高吗？这么高，去你叔叔家鱼塘那里打嘛？可以啊，这是我叔叔家的鱼塘，去年跑出去几百斤鱼啊。这个位置去年我们在这里拍过，还打过五六斤的鱼啊。现在基本上都跑得差不多了，所以这个塘一定要打一网啊，因为这里鱼跑出来，第一个塘就在这里，这里又是个很深的塘。我们从下面绕了一下啊，来了这个深塘，那个深塘下面全是石头，出上眼的时候这些鱼它在浅的地方的，它不在那个深塘。你不要出声啊！看这一网的收获。嗨，有动静了！哎，你过来嘛！你那么远，你拍了个拍什么的？来了来了，有没有啊？有啊！哎，你看不见吗？我这里也看不见。有啊。这网收获可以啊。那你要小心一点哦。你没看到鱼啊？你有没有看到鱼啊？哦，这个好像有一条白白的感觉。你再过你再进来，这个水太深了。你刚才你在那个石头上面，你拍个什么？这里都看不到，这水太深了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看到了啊！哦，我看到了，有一条。哦，那条蛮大的。所以我叫你下来拍一下。哎，两条了，哈哈。哦，哎。看到没有？看到，看到。啊、这里还有一条，哇，赚大了，赚大了！快点拿桶来。所以说这个位置一定要来打嘞。哦。因为它那个鱼塘里面跑出来第一个塘就在这里啊。爽爆了，这是！一网收获四条，哦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了。这种网的话，取鱼就不用直接去那里取啊，你就把这个拉上来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个。这个直接把它顺着这个拉丝拉上来就可以了，它那个鱼它就自己钓来的。这个网我的厨房里面有啊，跟这一款是一模一样的。快捡鱼了，快捡鱼了！哈哈。哎呦，那条在那里。哎呦，这一网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今天是赚大了。果然天气好，日子好，鱼也打得到。主要天气好。哇，这条黄爽爽的！哎呦，还有一条啊！啊、哦，这条没多大。我说我还没看到呢，谁知道来了四条大的。是啊。哎呦，收获满满！收获满满，哇塞，太爽了！哈，全是荷花鲤鱼啊！啊、哦、漂亮！
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！喜欢看过视频的，给我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哦。